徐老板，你这屋够闷的，我们今天就出去选个空调吧，得想想办法了，不想办法不行啊。要不然这个夏天没法过呀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嗯，未来1周左右5、6天都有雨，然后过了这5、6天以后，最高气温每天都是31、32度。我也劝你整一个，因为咱用嘛，其实也用不了2天。但是要是过几天天热了，大家都选了，咱家就不一定能安得天能上安装上啊，了，对。因为选的人比较多，买的人比较多。咱俩他今天就给他安排上吧。应该是我估计怎么着也就能用2个月吧，也就2个月。但是咱家又有蒸箱啊，又有醒花箱什么的，它肯定会哎，很到热。9月份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但也就没那样。有这个，我觉得夏天过不去了。过不去，走，整一走，个。咱俩今天选个空调去。今天也是陪徐老板出来买空调，但是空调先不买，我们先吃吃喝喝，吃吃喝喝，整几个菜啊。已经11:49了，我今啊，天是早饭最早，是午饭最早的一天。是吗？没事，下午想吃啥还有。给你们看看我们菜啊。你买了吗？手机点单了。我也不想动了。再见。还整个帽子。是的呢。这干啥呀？这个。挡阳光，太晒了。未来下个礼拜开始啊，嗯，平均每天30多度，热死了。我想回山里，太热了。山里也热。山里没有这么热。这个。嗯，随便，反正下午逛街弄个装呗，我变成黑土豆的。那你就整呗，那就。那就他了，好吗？行。那边徐老板。嗯，老多牌子了，我也没买过呀，我也不懂啊。哎，就挑那种节能的呗，节能的，然后那个看多大的呗。15秒速冷，30秒速热。跟那没有关系，你看这儿，看看这个。这个对，紧急节能是对对对对，这一级的对。不凉，它有很多情况，咱现在关键挑花眼了。不知道是出风口不凉啊，直接没有冷气啊，还是说你那个效果不好？这个东西。那没办法，你那个现在不安不行了，不安不行，太热了。关键咱这块从来没用过这个。关键是已经错过了6月8活动。哈哈。刚。挑吧挑吧，没事。看一看，我得先了解一下家。嗯。我们已经逛了一圈了，然后店里面选的，我觉得就是经济实惠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看上了一款海尔的，多少钱那个是？那个多少钱？2000多。2000多，行行行。对，包安装。包安装。对。那行，那就那款了呗。一点不好，空调家里啊，用什么挡凉风啊，风不会吹呀、啊，就是我们家店里就是能制冷就行，制热都用不上。也就是用，说白了也就是1、2个月的事儿、就是能制冷就行，对咱最基本的要求能制冷，然后又好修。你那屋其实不是热，它是闷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有开门什么的，还是有换气儿的。完事儿了，买完了，明天送货，后天安装。走吧，撤退。